我们聊聊吧。好，勇士，请你尽快前往奥格玛，我会在那里和你会合。 这是我的荣幸。再见。你最好别惹我。我会从暗影中出击。联盟送来消息，他们同意了停战协议。这场痛苦的战争终于结束了。我们总算能开始治疗大地之母的窗口，还有为部落疗伤。 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谁要接任大酋长呢？索尔，你或许……不，我跟萨鲁法尔说过，我不会再带领部落了。或许问题不是谁要接任大酋长，而是部落需不需要大酋长。尽管部落在这些年经历数次转变，无论是好是坏。 我们一直都指望大酋长来带领我们前进。这个传统应该画下句点。战争让我们付出了一切，和平的时代不需要大酋长。没错，部落改变了，我们人数越来越多，也出现了能带领大家的新声音，这才是我们强盛的理由。 我们要携手合作，才能打造崭新的未来。我忠于自我，不留痕迹。